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卢冠安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探讨议题是，像其实今年黄金已经，如果没有记错，是创了28次历史新高了。那，我知道有些人开始在卖黄金，比如不管是实体的或是黄金存折。那我个人会觉得说，其实现在黄金是还必要卖了，因为远远还没有到过热的程度。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说呢？那还有黄金是不是还会再上涨？这个我们其实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议题。哦，简单来讲，就是说黄金现在该买还是该卖，还是该持有这样。哦，OK，好，那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，我自己个人的一些基本资料。像这个是我个人的 FB 哦，那这个是我个人的 FB 哦。大概每天或是每几天，我会发表一些有关经济的事情哦，就是当然不止经济啊，国际政治啊，军事啊，其实我们这个都哦，OK。那这个是我个人的粉丝页哦，那基本上我每个礼拜日晚上8点，我会发布过去一周的那个回顾，还有未来的展望这样子，还有未来展望哦。那这个各位可以关注一下。那再过来，这个是我个人的课程，我个人的课程哦。我们这课程都是线上课程，那我们这个线上课程不是直播的课程，是已经预录好。那有这几种，比如说初级班、原物料班、外汇经济数据班、债券班跟进阶班，哦，都有这些课程。那这些课程基本上就是你缴费之后，我会给你2个月的时间去看这样子。哦，OK。好，那如果说各位有兴趣购买的话，可以直接在下面这边填写。那这个链接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这样子。OK，好，那我们开始正式组，谢谢各位。好，那这个录影的时间是2024年8月25号的晚上23:04。OK。哦，那我们在评估一个市场是否过热嘞，其实它可以有几个指标来看。哦，那这几个就是说市场常讲的基本面、技术面跟消息面。哦，那也有人会讲一些筹码面的问题。那基本上筹码面，我个人认为它是技术面的一个分支啊。而且，我们的影片基本上都是主要是提供给各位基本知识。哦，有一些很深入探讨的议题，在课程里面才会说啦。OK。对这三个地方，基本上来讲，我们再分别看一下，黄金基本上没有本益比可以判断基本面，所以为什么巴菲特他不买黄金？其实不是因为巴菲特他觉得黄金不会上涨，各位不要错误认知这个理由，是因为传统的商学院那里学的东西，基本上一定要有本益比、现金流啊什么之类这种什么净值、市值、净值比这些东西，他一定要有这些资料，他才可以判断这个东西是高估还是低。所以基本上，黄金巴菲特不买黄金，其实不是因为巴菲特认为黄金是没有用，当然他也有说过这样的话啦。但是我也直接问一下各位啊，如果你觉得黄金没有用的话，那为什么世界各国中央银行都要放黄金？哦，对嘛，就是这个就是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为什么金融这个东西它不叫土融，不叫什么什么，不叫什么火融，它就叫金融。为什么叫金？哦，那当然就是因为黄金是人类最怎么讲？就是人类历史使用最久的一个货币啊，几千年前就在使用，我现在还在使。哦，OK，所以好，那言归正传了，那黄金没有本益比可以判断基本面，所以通常用相对其他资产的价格来判断是否过热。哦，就是说黄金相对股市啊，黄金相对债券啊之类，或黄金相对通膨这一类的指标这样子。哦，OK，那技术面来讲，我们通常是看 RSI 最直接的。哦，有些人他也会看一些其他指标，但是我觉得，因为我们这个影片大概就是十几分钟之内结束，就是给各位一个比较怎么讲，套一句中国术语，要含金量比较高，就资讯密度比较高的一个东西，所以我们就不讲一些杂七杂八的。大概来讲，基本上我看技术面。那再过来还有就是说消息面，你看媒体是不是一面倒在看多啊？然后再过来身边朋友的看法啊，或者之类的这种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继续。好，那我们这些基本上来看。这个图基本上来讲，它是怎么？它是60/40的 portfolio，这个对黄金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上面这个黄色线是黄金的线，它是有对数指标了哈。那基本上来讲呢，这个下面是股六债四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知道台湾也有一些人在提倡的，就是股债平衡，债平衡不管是股
票70%，债券30%，或者是股票60%，债券40%。其实基本上来讲，它都是一种资产配置的方式。但是我只能跟各位讲，这种资产配置方式，它在未来可能会蛮惨。因为未来我已经说过，它是高通膨时代。基本上这个高通膨时代就会让多数的资产，尤其是债券，再过来是股票，它表现会相对。应该不是说不好，也会蛮差的。尤其是股市过去10年，它真的是涨得太厉害。所以根据回归平均值，它有各式各样的。其实股市在未来10年表现，可能不是平庸两个字可以形容，可能要用惨烈两个字来形容。OK，然后这个不管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料。这个资料基本上来讲，那这个资料基本上下面这个，因为我刚刚年代这边没有显示出来，所以我把图再缩放一下。OK，那基本上来讲，这个地方哦，你可以看到它股六债四在70年代，就大概1970、71到1980年，基本上它这10年的时间基本上是跌得很惨。OK，那这个跌得很惨就代表什么？黄金大涨，票跟债券相对大跌这样子。OK，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在2000年，大概超2000年、2001之后，一直到2011这一段时间，其实它对黄金也跌得很惨。那这个原因我上面有写，比如说1971年不列颠森林协议瓦解。这个东西我大概解释一下，不列颠森林协议就是说，基本上1944年就二战结束前一年，当时大势已经已定，就大概是美国为首的同盟国会打。那基本上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强国之后。当时世界各国就在美国东北新罕布夏州的不列颠森林公园聚会，定出了几个条款。第一个条款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说全世界所有的货币盯住美元，盯住美元就是以固定比例跟美元有固定的汇率，它不像现在每天是在浮动的汇率。那第二个是美元以固定价格兑换黄金，当时是一美元，一盎司黄金是35美元。OK。结果这个制度呢，到了1944年到1971年呢，瓦解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它后来因为全世界经济复苏的关系，开始跟美国抢贸易份额，所以美国从巨额的贸易盈余变成贸易赤字国之后，就等于美金外流。那美金外流之后，很多国如果一部分国家同时跟美国兑换黄金的话。同时兑换黄金的话，那美国国库的黄金会归零，就是开天窗。所以后来1971年那时候的总统是，应该是尼克森总统，他就把这个协议废除，等于什么意思呢？以后美元它就背后就没有黄金去做它的储备资产。当然美国现在国库还是有很多黄金的，只是说你要买黄金，你就不像以前不列颠森林协议时代，你拿着美金就可以去换黄金，你要照市价去买。你要照市价去买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再过来1973到74又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，那再过来1979到1981又第二次石油危机。所以黄金在这超多是10年的时间，基本上它从335块涨到880，就是不列颠森林协议固定的那35美元涨到880，涨了20几倍。OK，好，然后再过来呢，到了2000年网络科技泡沫破裂之后呢，其实。2008年又美国又房价又崩盘，造成全球金融危机，就是我们讲的金融风暴。这有些年轻人已经忘记这个事情。然后再过来2011年，美国的信用平等，它国债的信用平等从3A 被下调成2A。那这一段时间还掺杂一些其他事情，比如说中国崛起啊，美国财政再度转为赤字啊，就是本来在90年代末期，克林顿总统时期，美国财政盈余就是他的政府是每年财政是有赚钱。那再过来还有伊拉克战争，就是那个小布希总统发动了伊拉克战争，这样可以说是第二次波斯湾战争。基本上这但是你看这几年其实黄金又继续上涨，那还好是这几年股市基本上有撑住，但是你可以看这边似乎是有一个类似技术分析的头肩顶。那哪时候会跌破？如果跌破的话，代表黄金的多头，其实黄金多头早就展开了，只是黄金多头可能就会进入主升段。我觉得黄金上涨可能会进入主升段。好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下一页。好，那这一张这个也是我在另一个网站抓到的，是叫 QuizKey 的 Cable。这个你各位可以自己去打，我也会把资料附在下方。那基本上来讲哦，这个是
黄金全球的黄金当然是实体的黄金啊，黄金跟金矿公司也就金矿股，它占全世界总资产的百分比是多少？它占全世界总资产百分比多少？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在历史上哦，这些标注的这个红字是我标注，基本上都是黄金达到相对股市达到最高峰的时候，哦，基本上它都可以达到至少20%，但是你看现在也才1%而已。好，那我们来做个假设啦，比如说全球现在再发生一次金融危机，就全球经济大崩盘，那比如说全球资产全部价格跌一半，其实基本上是不大可能，因为股票跌一半，但是房价或是其他或债券它也不会跌一半哦。你用股票跟房价都跌一半，债券也不会跌一半哦。债券是一个很大一类的资产，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话，基本上跌一半的话，那这个比例应该就上升1倍。假设金价都不动的话。那这个一倍的话，就也只有到2%而已，也只有到2%，那你距离20%还有好几倍的距离，还有非常多倍的距离。所以基本上从这一点来看的话，其实黄金它也并没有高估，它也并没有高估哦，那就是它相对其他资产它也并没有高估。OK，好，那我们继续。那这个我们来讲消息面之前，我们照顺序来讲一下技术面。技术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这个是黄金的日线。那黄金的日线图，我们看一下它下方哦，下方有 RSI，其实它下方 RSI 看得出来，黄金是有它的日线图 RSI 是有稍微偏高，还没有到很高啊，因为我这个虚线这边是70哦，但是如果你去看它的周线图 RSI 是73，那其实历史上你来看像2020 COVID-19 那个最高之后，那时候到80，所以是还有一点距离，但是超过70，我为什么会虚线设这个地方，就是因为超过70其实也是有一点。英文应该讲做熵化的，有点熵化的过热的感觉，有一些过热的感觉。那你再看这个月线图，那月线图我习惯会把 RSI 看成12啦，为什么12就是一年？基本上你可以看出来，它也是基本上有一点过热。那我甚至有时候会看24个月，就是2年的。那如果你去看24个月的话，你会发觉就稍微还好一点点，但是。也必须要警惕的是，基本上也是处在过热的边缘区域。所以虽然说目前还没有很多人在讨论黄金的事情，但是在技术面上来讲，我们这边结论会讲到，技术面上来说，可能短线上有过热现象，不过长线上来讲，我认为基本上黄金还是有相当大的基本面在支撑它。比如说中国买黄金这些事情，这个我都不用讲哦。OK，这个之前有讲过。好，那在消息面上来看，我们来看一下媒体目前对黄金的看法中性。你说老师没有很，最近有不少媒体在报道说什么黄金破新高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它都集中在它创新高，这个是事实，黄金创新高是本来就是事实。但是它没有鼓励你买进，它其实你注意去看，它都没有叫你买进哦。它你就算里面它请的分析师也都是只是说啊会在创新高什么，它也没有叫你要买，要配资产，要配置黄金，也几乎没有。但是你去看股票，它都会叫你要配置多少多少。我都会就说现在可以买，还会再涨之类的。所以你说黄金这个顶多是中性偏多，你不能说它是看多或是极度看多，这个不能，因为我这样讲的，我问一下各位啊，我今天跟你讲说黄金会涨，你听一听点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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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称是，结果你没有去买，请问你是真的看多黄金？你当然不是看多黄金，你只是怎么讲？你顶多只是中性偏多而已，你不是看多，你不是看多。那你可以去看一下你身边的朋友，我相信你有买黄金的，你都会觉得现在是还蛮古，为什么？因为基本上我可以这样讲了，我学生跟我常在联络至少几十个了，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半个人跟我讲说他身边有人开始要买。哦，如果你本来有那不算哦，你本来有，比如说像现在亚洲，像我们台湾人家里多少都有一些金饰啊，那个不算哦，那个是你，我是说这几年有买，但是。你跟人家讲到说股市，他买他很兴奋。好，那但是我问一下各位，在7月底8月初那一波暴跌之后，股票有没有再创高点？还没有创高点，黄金已经创历史新高了。所以到底是谁比较强势？其实黄金其实今年的表现已经超过大多数的股市。当然你说个股就不一定哦，但是你说老师真的还假的？来，我验证给你看。哦，这个是。Investing 的网站，各位来看一下。我来看一下，这个我来从。但黄金这个是现货，这个是期货，这是现货。
基本上你看它 YTD 就今年到现在已经涨23或20。哦，OK，好，那你来看哦，股市，这个股市 YTD 道琼涨9%，标普涨18%，纳斯达克涨19%。诶，台股这边有，台股这边日经指数14%。然后你看哦，上海这个跌，这个不用讲，上证指数跌，这个不用讲，哦，上证指数跌，这个不用讲。然后再过来，你看台湾涨23%，它涨23%，实际上来讲是跟黄金差不多啦，理论上是跟黄金差不多。但是说真的啦，台湾股市的指数其实在国际其实台股其实不是什么指标市场哦。但是你看，就算大概就只有台湾，你看像这个土耳其是前几年跌得很惨，所以大部分来讲，你更不用讲债券今年到现在有些都还是负，很多都还是负报酬，而且是最近有涨了之后还负报酬。所以今年黄金其实已经变成涨幅最大的一个资产，但是问题是很多人还会跟我说，他就不想买啊。那我请问你，那现在黄金跟股市都在历史高点，那你为什么想要买股市？你当然是觉得股市还会再涨上去啊。问题是今年涨比较多，就不是股市之王。OK，好，那所以从结论，我们从基本面跟消息面来看，黄金它有很大的上涨空间。但是呢，技术面上来讲，黄金短线上有过热现象。我个人估计啊，可能9月底到10月会有比较大的回弹，就是美国升息那哎降息那一次之后，有可能反而短线上会有利多出尽的状况。好，大致上是这个样子。那我最近比较没有更新，是因为我个人事情也比较多了，而且说真的，其实像黄金涨这样子，其实我们也都你随便买个几百公克，其实也都赚不少。所以基本上加上影片，其实老实讲没有太多人看，我就比较没有想要更新的。那如果各位想要比较常看到我资讯的话，我麻烦各位帮我转播，帮我按赞转播，按赞转传我的相关影片一下这样子。OK，谢谢各位。